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款通用的虾辫包袋。这款包袋购置方法特别简单，反正面花型都是一样的，弹力特别小，特别结实耐用。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各种斜挎包包上，也是特别漂亮的。喜欢的话，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吧。我用的是四股牛奶棉，两根线钩织的。如果我们包包大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双股线钩织，如果包包小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单根线钩织，钩出来的粗细是不一样的。如果用两根线钩织，我们可以用 3.0 3.5 的钩针都可以，如果用一根线钩织，我们可以用 2.0 2.5 的都可以。首先我们锁边起针，钩针在线下面围绕线绕一圈，捏住这个交叉处绕线，带过这个线圈，这是一个起立针。接下来我们勾两个锁针，一二，然后我们再倒数，也就是开头第一个锁针，这个挑半边辫子把线带过来，我们勾短针，好，一个短针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在第一个锁针，我们挑第一个锁针下边这半根线，然后同样是再挑第一个锁针下边这半根线，同样都是挑半边辫子，我们把织物转一下，然后绕线带过这两个线圈，好，带过来之后，现在还有两根线，绕线我们直接勾短针就可以。好，这是一组，后面我们继续翻转，同样是在挑侧边这两根线钩织，钩针穿过来绕线，把线带过来，我们勾短针，好，然后翻转，我们就这样重复钩织，挑边上这两根线我们勾短针就可以，勾一个短针转一下，然后挑侧边这两根线勾短针，就是开头起头不太好勾，后面我们都是重复钩织，挑侧边的两根线勾短针，反复重复钩织，一直勾到我们包包需要的长度就可以，我们勾的时候长度比一下就可以。